这账啊，那聪明人一定要会算。那古人说得好，百年36000日啊，一百年才36000日啊，太短了。我们的生命几乎过了一大半了，那年轻人也过了一半了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你还有多少天的快乐？纵然给你尽行寿，给你100年快乐，也不过36000天嘛。往后呢？无量劫卧道痛苦，你愿意干吗？你能从这个地方觉悟，从这里回头，你就得救了。为什么不把这个好时光去认真念佛啊，落实佛陀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跟诸佛菩萨做朋友啊，我们参与诸佛菩萨的俱乐部，这多好呢，这个多有意义呢。就在这一念觉迷啊，一念觉醒就回头是岸了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福德果报，一切受用，即使诸佛如来异口同音跟我们宣说，说不尽啊，说不尽的福报啊，我们在短短时日里头可以争取到，但是必须把世间名闻利养放下，你才能争取到啊，你要放不下，那这个你看看啊，实在看看你也未必能相信啊，纵然相信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不是现实啊，你要讲现实啊，讲现实真正是忽略了现实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真正修行人修行功夫得力的不是没有啊，还是有啊，虽然不多啊，我们都能见到啊。新加坡的许哲居士你们大家见过啊，在这个台上表演过，101岁，李牧原居士你们天天看到啊，他是另外一个方式修行，他也修得很成功啊，修得很好啊，全心全力护持正法，他明天回来。现在在中国东北有一位常慧法师啊，上一次他们那边有个明旭法师到此地来给大家曾经做个简单介绍啊，我要邀请他到此地来表演给你们看看啊，请他到念佛堂来念佛啊，他念佛的方法完全是学《华严经》吉祥云比丘啊，
吉祥云比丘念佛的方法是绕佛，没有坐下来，没有躺下来。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，他已经有400多天没有睡觉了。400多天呢，没睡觉。他给我打电话，阴神精神饱满，听起来就像20、30岁人的声音。他今年65岁。崔居士告诉我，他说他走路拜佛了，轻飘飘的。确确实实让人感觉到仙风道骨。他是这个念佛叫佛力三昧，也叫波州三昧。不睡觉，不休息，绝不坐下来。这就是以绕佛为主的精进。他用的是这个方法，他到这边来，我们给他申请看看能够住1个月还是2个月，当然最好能够在这边住3个月，90天，他在这里念90天，日夜不间断，你们每个人去见识，当然你们没有这个功夫嘛，轮流见识嘛，看他睡不睡觉，看他是真的是假的，表演给你们大家看看。激发我们的道心啊，我们看了之后，他能做到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？我们请他上台来讲讲开示。我听别人讲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他不认识字。他跟大家讲开示，他说给我讲经讲的一样。这很奇怪啊，让他来讲讲看。他是邀我到长春去一趟，我说我最近没时间，我邀他来，他同意，他答应来。让他组一个小团到这边来念佛。就是这个是修行的功夫得力了。什么叫功夫得力呢？这一句佛号能除烦恼。我们今天用功怎么样？不得力。什么不得力？扶不住烦恼。一天到晚还是打妄想。所以身体很重啊。两个人抬都抬不动啊。功夫得力的人身体轻啊。让这些真正修行人表演给我们看看，给我们做个证明。这个宗一般宗教里面叫见证。实在讲，像他这样功夫的人多，不是没有啊。哪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，那个地方是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真正修行人所住的地方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佛城啊，这个地方人有福啊。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不错啊，一般外面人都来参观啊，来访问的时候看到对于人都赞叹啊，我们自己清楚啊，我们做的不够，差得很远，要不断向上提升。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念佛堂要提升，讲堂要提升。
啊，我们这个多元文化要提升，啊，宗教教育，啊，我们希求九大宗教都出来讲经说法，啊，宗教教育要提升。新加坡就是佛地啊，啊，新加坡就是佛城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有责任有义务要认真努力来修学。四十一愿愿文里面说，于见诸佛净国庄严，习于树间界，又如明镜独其面相。这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，是无烦恼去往生的，情执没断。没断怎么样呢？就会想家了。哎，到极乐世界有的时候会想起来，哎，我们从娑婆世界来，娑婆世界那里还有一些父母兄弟姐妹啊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，哎，有时候会想起来，看看他们现在怎样了。你一直念头一动啊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在哪里现呢？宝树间界啊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。我们现在看电视，手还去拨频道啊，那你不要，念头一动，哎，那频道就现前了。你看到娑婆世界的状况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状况西方极乐世界人看得很清楚啊。如对目前啊，我们今天看电视画面是平面的，人家是立体的啊，确确实实就跟在面前一样。这个是四四无碍的法界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才真正明了啊，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呐，每一个刹土，每一个世界。你想看全都能看见，你想学全都能学到，诸佛刹土里面有净土有秽土啊，有净秽杂居土，形形色色啊，你全都能够见到了。那么这一愿跟观经这个十六观全都能相应啊，观经里面宝树观也说到这个境界啊，他说的更详细啊，他说的宝树啊，树开花了，有妙花了啊，花会结果啊，花果都有光明啊，从光明当中显现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，所以说的比这个地方详细啊，我们可以合起来看啊，
能够看到无量无边诸佛世界。佛法的修学，这个方式才能成就厚德智啊，无所不知啊。那么这些境界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具不具备诱惑性？如果西方世界菩萨看到十方刹土，还会被诱惑，他就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们读了这个经文，就应当要知道，不要说是今天人间这一点五欲六尘，我们要放下，完全不予理会，天上的妙乐也不能动我们的心呐，这才行啊！到极乐世界，那看到诸佛刹土里面的妙乐，超过我们娑婆世界又不晓得多少倍了。如果这个境界现前，心一动了，就完了。在西方世界，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实在讲，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天天在上课，天天在听经，天天在学习。才能扶得住烦恼啊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在现前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我在讲习当中常讲，这些科技发明，这个都是魔啊！都是在诱惑啊！日新月异的东西在你面前转来转去，勾引着你的心，你的心就被着它牵着跑。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不都供养他了，活着为什么呢？为他们活着的。哪里是为自己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到不动心，我们的功夫才会得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功夫何以不得力，要多想想啊。许哲居士功夫得力，凭什么？凭不受诱惑。明文利养，财色名食睡摆在他面前，他理都不理会，心里头完全没有啊。所以人家功夫得力，常慧法师功夫何以得力？一佛如是啊。那个
明学法师来给我们讲了一桩故事，那是现就去年的啊，他在官方里面有一个人拿钱来供养他，他不理会啊，拿了一张5块钱的人民币，他没有理，然后又送一张10块，他又不理，再送一张100块，他还是不理，结果把100块钞票到处撒，就在他身边到处撒，他还是不理，然后那个人走了，说常慧法师没有办法，又活不动。以后有人进他的这个官房，看到满地钞票，把他捡起来数一数，6000多块钱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怎么常住手去了？没有动心呢。财色名食睡，样样都不动心呢，你的功夫才能得力。我们很想功夫成片，很想功夫得力，你看看这个障碍去不掉，怎么能成就？我早年学佛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但是当你所求而得不到感应的时候，这里头有障碍，你必须把障碍找出来，把障碍消除，感应就现前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们今天修行功夫不得力，不肯找出不得力的因素在哪里，不肯把这个因素消除，所以干一辈子功夫都不得力。修学过程当中得不到法喜，所以诸位修行，你到底得不得力，你能够多少，我都清楚啊。我看看你的面貌，看看你走路的行动，我就知道了，还用得着问你吗？那功夫得力的人，那个现象不一样啊。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如何把境界转过来，无论什么样的境界现起，境界不外乎四种啊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不外乎这四种。顺境里面、善缘里面，决定不起贪心，决定没有贪念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逆境恶缘，决定没有嗔恚心，不起嗔恚念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这真是功夫啊。我们将佛陀的教诲落实，最重要的就落实在此处，一切境缘当中修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就相应了，清净心、平等心跟性德相应宗门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你现在见不了性，但是
与心学靠近，常常靠近，就有豁然开悟见性的那一天啊！诸位要晓得，见性是念佛离一心不乱啊！我们能够在顺利境缘当中修清净平等心，这个就贴近功夫成片了。你的修学才真正得力，真有受用。到你得力有受用的时候，佛法当中常讲法喜充满，那个喜悦是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，不是明文理扬五欲六尘的刺激啊！人得五欲六尘那一种快乐是什么呢？是吸毒啊，打吗啡啊，是那一种快乐啊！后患无穷啊！真正修行人他那个快乐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毫无关系啊，叫法喜充满。那是真落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原文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能够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前的环境。在现前环境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学习？将来到西方世界的现成的，一丝毫都不陌生呢。虽然我们在念佛堂，念佛堂里面没有电视，也没有传真，念到自己身心清净的时候，也有许多不思议的境界现前。你能够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境界，这个事情有，肯定有，每个人都会有。遇到这个境界呢，不要生欢喜，也不要恐惧。这个境界现前，心里面就想到佛给我们教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就是好境界。在楞严经上常佛常说的，只要不理会它就都是好境界，如果一理会呀，就照了魔镜了。所以外境跟诸位讲啊，无佛亦无魔，佛跟魔呢就是心里头的转变，一念觉是佛，是佛境界；一念迷是魔境界。觉迷之间呢，外境确实无佛也无魔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练自己啊。到更深的理论。那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，但是这些理论在大乘经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学习，不是不能学习。
如来，果地上真实的境界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”。一不是任，不是专一，任意，任何一法都圆融含摄一切法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毛孔、毛端，毛孔、毛端是一法了。尽虚空变法界，都含摄在其中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，一毛端里转大法轮呐。这一毛端没放大，诸佛讲经说法的大会没有缩小啊，这是不思议境界，这是真实的境界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，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呢？大经上常讲八地菩萨，凭我们个人的能力修学，从现在要修到第八地，那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所谓的是无量劫了。可是我们今天遇到净土法门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求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是个凡圣同居土，可是得弥陀本愿加持，在这个七宝行树之间，就能够见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，宝树空间没放大，十方刹土没缩小，这种境界居然在眼前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所以到西方世界成就，实实在在讲啊，是很容易的事情啊，不是难事啊。这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明白人，一个聪明人也能不去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决定向往西方净土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页，我作佛时，所具佛刹，广播严净，光阴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这在大段里面，这个四十八愿大段里面是第十，香光普摄。这里面有两愿，四十二跟四十三。这是介绍阿弥陀佛自己居住的环境。广播严净，广播是广大无边的，严净是庄严清净，
我们从这个两句就能体会到居住环境的美好。光是光明，影是照的意思，干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有许多从外地来的同学到新加坡来看看，都非常赞叹新加坡这个城市。明山法师在我面前就讲过好几次，新加坡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净土，这个城市干净，人民受法，环境不仅仅是庄严，真的是一尘不染。这许多人赞叹，西方世界的环境，诸佛如来赞叹。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地方虽然是讲环境很好啊，但是光阴如镜还做不到啊。它起的作用呢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前面讲是行数当中啊，去见，见十方诸佛刹土，那是情指，我们想到哪里会见到哪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。我们要想到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状况都能见到，生生世世的父母，生生世世的朋友也都能见到。才真正的明了啊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踪啊，无始无踪，这是从数的数；无边无际是从恒的数，是一体。一个法身，经上常常赞叹的清净法身，这个时候才真正彻底觉悟了，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自信里面圆满的般若智慧透露出来，无所不知啊！自信的德能显示出来了，无所不能啊！自信本具的慈悲自然流露啊！真实无私清净无染的爱护一切，叫大慈大悲，心得圆满透露，这是入这个境界。你要不侵入这个境界，
这信德如何圆满现前呢？众生度者，这个众生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们有一些功夫到家，哪些人？十报庄严土往生的，这是功夫到家，见到了同居土、方便土，无明没破，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也跟这些大菩萨一样的见到了。西方世界之可贵，西方世界之值得诸佛如来赞叹，不是十宝庄严土，是凡圣同居土。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凡圣土不能比呀！我们现在居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庄严土简直没有差别，所以诸佛赞叹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许会产生疑问：佛佛道统啊，一切诸佛智慧、神通、道力都相同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把现在这个凡圣同居土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呢？我想应该有不少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啊，这问题要问释迦牟尼佛啊。释迦牟尼佛也会答复你。阿弥陀佛，他的凡圣同居土跟诸佛刹土不一样，里头有个重要的因素。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众生听话了，跟阿弥陀佛合作，所以那个凡圣同居土啊，不亚于十宝庄严土啊。那释迦牟尼佛也可以说，你们跟我不合作吗？没什么法子，你们要更肯跟我合作，肯听话，我们这个净土啊，也能转变跟极乐世界一样。佛讲的不错啊，我同意。为什么呢？依报随着正报转嘛。西方国土是依报啊，正报是。正报是人心呐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念佛去的。都是扶烦恼去的，念佛功夫得力，扶住烦恼去的。那释迦牟尼会问问我们，我们的凡圣同居土，你们是念什么来的？你们不是念佛来往生的，过去生中啊，念无界十善来往生的，因地不同啊，果报就不一样啊，
不是释迦牟尼佛做不到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确实能做到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想想，细心想想，啊，不学佛的人，当然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不合作。心行都跟佛的教诲相违背，啊，那我们再看，我们是三宝弟子，啊，甚至于出了家了，都受了三坛大戒了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合作过没有？啊，佛在经上跟我们的教诲，我们做到多少啊？所以这个答案不就出来了吗？什么原因呢？不合作嘛。啊，于是在现前社会，对我们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啊，当然这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果然生起向往之心，这就是发菩提心的，啊，老实念佛，这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是个正因，啊，正行，啊，古人讲正恨，啊，这个恨是动词，啊，可是啊，有正行还要有助行，正助双修啊，我们才有把握，啊，今天念佛堂老师念正行有了，助行没有，所以把握还不够啊，啊，助行是什么呢？助行是修善，断恶修善，啊，这是助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很多，介绍的很好啊。那个地方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问问，我们善不善呢？念佛是念得很好了。阿弥陀佛没问题了，这一关打通了，哎，可是我们不善，那一边的大众都是善人，后有这一关不容易打通，哎，阿弥陀佛也不能寻情啊，那这个念佛念得不错，我借引他来，来了什么跟大众天天吵架，啊，跟大众不和，那这怎么行呢？由此可知，修善就很重要了。啊，修善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。啊，我们将敬业三福头一条做到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要晓得，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这三句啊，落实就在实善。啊，只要你修十善业，前面这三句你都做到了。啊，你不能认真修十善业，前面三句是空话。啊，纵然有心有愿，没有落实。啊，修十善才落实。这十善怎么个修法？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讲得好，啊，他说菩萨有一个方法，啊，这一个方法能断一切恶道苦，哦，这个方法妙了，啊，能断一切恶道苦啊！啊，这什么方法呢？
佛说了，叫我们要日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常念心善啊，思维念头善啊，观察行善啊，行为善。你看看，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啊，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：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整个这个开示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今天不能成就什么，就是好，我心也善，思维也善，行也善，里面总夹杂着不善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我们的善功不纯呢，不能算个善人呢。你的善功要纯啊，你才是个善人啊！决定不允许不善夹杂在其中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看善的，不要看不善。只看别人善，只看一切善事，啊，善的我们好好学习，不善的决定不要记在心里头，决定不要去理会，啊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口上，啊，当然更不放在身上，啊，这就叫不许可一毫一分的不善夹杂在其中，心里头不可以夹杂，口不可以夹杂，身不可以夹杂。佛这么教我，然后你就能够清净诸佛如来，集诸身中。这一句话就是你就能参与诸佛如来的俱乐部了，啊，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玩了。啊，诸佛如来的俱乐部在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啊，我们就可以有资格参加了。所以诸位才知道十善是多么重要。所以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这是讲凡圣同居土，无戒十善一定清净，古德常常劝导我们持戒念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啊，这众生呢是不仅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也指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见到了，亲眼看到了，他方世界众生没有看到，听到了，啊，佛在这讲这些话，我们听到了，看到生息有心啊，听到也生息有心啊。啊，我们不仅生稀有心啊，还要生向往之心，要发大心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，决定有信心得生净土。啊，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